想在悉尼买新盘，没有400万港币都很难入场，揸住30几万港币首期有什么选择？ Ray White 推荐悉尼罕见上车盘，西南面联排别墅屋苑 Ed Square， 临近全新西悉尼国际机场，提供联排别墅及公寓，首期33万港币起，尺价低至2300元起，所有单位送车位。屋苑临近耗资53亿澳元打造的西悉尼国际机场，落成后将为周边带来无限经济机遇，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，楼价潜力可望与东涌睇齐。项目由国际知名发展商 Frasers Property 打造，以城中城为设计理念，集齐购物中心、戏院、幼儿中心及公园，坐落火车站及巴士总站旁。是次展会推出最后三间联排别墅，最新一期公寓第一张价单抢先睇，海外独家尽在 Ray White。到时我哋会做足防御措施，等你睇得安心。